到的是由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所举办的 Mobile Suit Gundam is Dream vs 极限爆发台湾区的线上锦标赛，我们要来到的是四强决赛。大家好，我是主播卢比，我是赛评中信。来，今天很开心能够跟中信一起来播报这次的四强赛事。那我们来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这次我们的线上锦标赛赛事的部分。我们在前面已经在12月3号的时候呢，举办过了线上的预赛了，那总共选出了四个队伍啊，分别是第一队啊，你说这个谁懂啊？啊，第二队妙翼骑士队，第三队是44.5啊，第四队是我们的奇面大伟 A 啊，总共这四个队伍啊，要来晋级到我们的决赛四强部分了。啊，那我们这一次的决赛赛制呢，总共采取 BO5 双败淘汰制。那今天赛事全程啊，也将由我们这个 MBO1 的资深玩家米欧来担任我们的 OB 手部分呢。好，相信如果是 MBO1 的这个社群玩家呢，应该对这两位玩家不陌生啊。好，应该两位在这个社群里面都是鼎鼎大名。不敢说挺大的、啊。这个今天能到来到这边，这个由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举办的这个官方赛事很开心能够在这边透过这样子的赛事内容来跟大家分享这一个游戏它好玩的地方在哪里，以及我们今天不管是这个毕竟都是比赛，当然有奖赏了哈，所以呢，我们这个比照电竞赛事的规格，我们今天全程比赛都是使用 MSI Gaming。MAG274QRF 这个电竞萤幕，以及我们现在两位我们主播赛评戴的这个耳机啊哈 ，HyperX Cloud Alpha 电竞耳机啊，决赛获胜的队伍呢将可以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自己的这个比赛之外最刺激的我觉得是在后头了，就是我们这个台湾跟香港的交流赛这个是非常紧张刺激两边，因为其实在香港这边也办过了这个比赛了所以也是会在这个时间点产生出冠军队伍这样子。那我们今天产生的冠军队伍就要马上代表我们这个冠军队伍的身份来跟这个香港的这个冠军队伍来进行这个一场友谊赛这个是我相信会有非常精彩的比赛内容了哈。那我们这一次呢两边这个冠军队伍的，那台湾这边的比赛的冠军队伍可以获得的奖品其实非常的不错哈。从冠军开始介绍那首先我们冠军可以获得的就是黄金典藏版专用街机摇杆这个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由 MSI 提供的MSI Gaming MAG274QRF 那前面那个数字很长那简单来讲它就是27寸的电竞萤幕啦那这个是由 MSI 提供的。那亚军的部分呢可以获得 RG 这个是144:1的钢弹 MK2 幽谷规格一支，还有正义钢弹以及MSI MAGCH120 电竞仪这个是奖品都十分的丰富这个是不管是黄金摇杆也好还是电竞也好，其实市价都是非常的昂贵而且那个黄金摇杆我觉得应该是限量的应该是限量的，一般这个摇杆其实在我们市面上是买不到的市面上买到会是一般的配色，那这次黄金配色的摇杆只能在这次的比赛冠军才可以获得那这个是非常具有纪念性价值的那第三名也不要灰心一样由我们 HyperX 提供的电竞耳机以及 PS4 controller 的充电器总共有两组。好，那我们最后台港交流赛的时候呢我们的两边的代表队伍都可以获得在画面上左上角有看到这个友谊赛救急典藏版特殊模型，这个是 HG， 然后1:144的10周年配色就是人家在那边写两组，那就表示台湾
代表队伍跟香港的代表队伍两边都可以获得这一组模型。哦，这个应该是非常特殊的模型哈。对，这款模型呢，它之前要取得，它只能购买这一款极限爆发特殊典藏版，你才能够获得。哦、嗯那这一次呢，只要参加台港交流赛就可以直接获得。哦，对，中信这样讲好像很简单，可以取得。好，所以这个要取得冠军，队伍就有机会拿到这一个模型。好，那我们在比赛开始之前，当然哦，这个经过了预赛哦，这个我记得预赛是有二十几组玩家，预赛总共参加的是22组玩家。哦，是哦，那在经过了这次预赛之后，选出的哦这个四个队伍的8位玩家哦，那相信这个这边就要仰赖这个中信这边，可能一一的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了哈。第一场会看到的比赛会是由44.5哦这个队伍。名字其实啊、哦，如果熟悉某一个领域的人，可不可以知道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哈、哦？那要来对上奇面大伟 A 哦，那44.5这边有两位玩家哈、哦，那分别是哪两位？你们知道吗？对，分别是由一位叫做 Alpha 的玩家，另外一位我们叫做老刘的玩家来组成的一个队伍。那这个队伍呢，他们实力非常非常强劲。听说刚我在外面听他们聊天，好像说冠军呼声蛮高的哦。对，因为他们这一组队伍，其实在平常我们自己私下在对战的时候，他们也是非常的强。哦，就是平常大家在打交流的时候，就是胜率也很高的，对的。OK， 蛮强劲的对手。是。那另外一组奇面大伟 A 呢，是由哲伟选手还有另外一名面面选手这两名选手来组成的一个队伍。是。那这个队伍他们虽然比跟44.5来说没有那么强劲，但是他们实力也是非常非常的不俗。哦，44.5这边的话，这样听下来，那44.5这边的这两位选手是不是他们玩家资历相对来讲就比较深一点？对，44.5玩家他们可能也有个7-8年左右。哦，那其实也蛮久的了。那奇面大伟 A 的玩家们，虽然说有一位玩家他可能只有3-4年的，但是其实他们的实力是差不多的。哦，对，那我们可以期待这两支队伍的表现了哈。那接下来第二场要看到第三、第四支队伍，分别是妙意骑士队以及你说这个谁懂啊队。哦，那这两队的话，哦，这个队名都非常也是哦，可都有一些梗在里面啊、哦，那也是非常有趣啊哈。那这两队，我想先知道一下，就是有没有这八位玩家里面有没有特地今天是从中南部上来？因为我们今天比赛的场地是在台北。这一次我们妙意骑士队他们是特地远从南部上来台北去参加比赛。好，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赛制的部分哈，是 BO5 抢三，也就是说，我们要这个进行最多5场，也就是先拿下3场，就胜利的情况，好来判断获胜。那再加上双败淘汰，也就是说，一个队伍会有2条命。你输了之后到败部还可以再继续比，然后跟刚才另外一场比赛的这个队伍哦进到败部，然后再比一次。那如果输2次，那你就是遭到淘汰这样子。哦，这是大概一个比较简单的规则。然后最终进到总冠军赛的时候，会有一个败部复活的机制。这个等我们进到这个总冠军赛的时候，再跟大家好好说明一下。因为稍微有一点点复杂，不过我相信，只要平常有在看比赛的朋友，应该都可以理解啊，应该都可以理解。好。那我们紧接着呢，还是要来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比赛项目就是我们，是从2010年就开始营运的 Mobile Suit Gundam Extreme Versus 系列，2016年开始营运，的大型机牌版，那移植到 PS4 上面，所以这个算是家机移植版，那大型机台的部分，其实在日本这边架动也算是蛮长的一段时间了，然后一直都有玩家希望说，那个万代南梦宫娱乐这边可不可以赶快把它移植到加机版，让更多的玩家享受这一个游戏，对不对？但因为毕竟然后我们这个今年又比较特别相信大家待在家里的时间比较多了所以移植的消息一出来，我相信钢弹四群玩家都蛮期待的，他们都非常非常期待这一款移植。对，然后在移植之后，我听到的这个玩家之间的回馈相当的不错网络对战其实也算是蛮顺畅的。那当然，移植版这个是收录了高达36系列作，总共除了街机版登场的183架机体之外呢，还加入了金翼萨克、蒙特罗以及天狼王型猎魔钢弹，总共合计186架机体。那另外一个，它跟一般的这个对战游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它是采一个2v2。是一个2v2的团队对战游戏哈。那每一个机体它有一个不同的 cost 值比如说会有1500、2000到3，最多到3000嘛，对不对？那遭到击破的时候呢，就是机体 HP 归零的时候它的 cost 值就会直接扣掉。比如说你的
集体 cost 值是2500，那你输了之后你就直接扣2500，那你的量表会是6000。在计这个计算量表的时候，哦，那计算量表的时候呢，可以去稍微斟酌一下看对方的战力值。那我们在九月份的时候，其实游戏也有做一个比较大规模的更新啊，它增加了一个一打一的这个玩家对战选项。哦，对，就是在这个玩家也可以享受一对一单挑的这个刺激对战。哦，这个是也是表示说这个万代梦工娱乐这边呢，哦，有持续的哦对这一款游戏做一些，哦，不管是模式上更新、系统上更新，哦，这个是一个我个人觉得相当不错的更新啦，哈。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今天会呈现出来这个赛事画面，也是在十月之后游戏的更新之后追加的。哎，这个前后大概有什么样的差距？可以请中信帮我们解释一下。最主要这次更新的这个玩家对战竞技场模式呢，它主要是更方便玩家自己在认识的社群里面举办自己的赛事，因为它是由它可以由一名玩家来开房，然后由那名玩家来操控哪一队要对哪一队，然后赛事要怎么进行，这样子是可以兼由一名玩家来进行操控的。哦，就也就是说会有一个大会的主持者这样子啊，哦，算是如果以日本那边讲就是 host 的概念，就是有一个 host 的概念在那边，哦，那比较方便玩家来进行一个自己举办的比赛这样子。哎，这个这样子的模式其实在对战游戏里面其实算是蛮少见的，哦，这是官方非常贴心的，因为我相信这样子的对战游戏大家一定是希望都能够有透过参加比赛的方式让大家可以彼此交流，哦，正竞技的方式让彼此来进步跟成长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模式相当不错。而且呢，大家也知道这个PlayStation 最新的主机 PlayStation 5也已经出了，那也确定这一款游戏是可以在 PlayStation 5也就是 PS5 上面来做游玩的，哦，这也是相当不错了。好，那我们在刚才有叙述规则的部分，我们再重复跟大家说明一下。我们 BO5 啊，双败淘汰制。那房间的设定的话，因为我们等一下会开这个对战房，哦，那会去稍微设定一下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比赛的这个部分。那场地哦，这个是依照从这个官方的规则来决定的，就是我们赛事场地都是固定在 Side 7这个场地上面。哦，这个是大家如果有去看这个别的国家的比赛，哦，都应该都会注意到，他们都是使用这个场地。哦，这是顾频道公平性的部分，算是一个比赛大家比较常用的场地。对，大部分正式的赛事都会使用这个场地。那当然这个 cost 计量表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6000啊，6000啊。那决赛的时候呢会使用，哦，我们今天这个使用的这个对战主机是 PlayStation 4啊，就是 PS4 的主机， MSI 的电竞萤幕以及 HyperX 的电竞耳机来提供给我们今天来参加比赛选手做使用。那当然哦，在控制器的部分，哦，这个我们等一下比赛的时候一定会去聊到这个部分。哦，这也是我在接触这款游戏之后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哦，就是我们俗称的控制器。当然大家可能在 PS 主机上面都习惯用那个 DualShock 4、哦，就是那个预设的这个 PS 手把，哦，那当然因为它是从大型街机移植过来的，那当然也会有玩家他比较习惯用大型摇杆来操作这款游戏，哦，所以等一下我们在比赛的时候可能有一些选手他是使用比较特别的控制器，那我们可以稍微提一下。哎，对，所以我们今天是开放给选手用他们惯用的这个控制器的部分。那我们紧接着应该差不多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第一场赛事了。好，那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我们第一场比赛44.5 队对上的是奇面大伟。哎，那我们看到四位选手都已经就定位这个是就已经戴上我们 HyperX 耳机然后要透过我们的 MSI 电竞萤幕来进行赛事了。好，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选手的头，我们看不到控制器啊。不过就中信这边所知，今天是有几个人带大型摇杆来，那这一队里面是不是都使用大型摇杆来对战？这队四位应该都是使用大型摇杆来对战。OK， 對，好，那我们现在也看到就是四位选手都已经选好了他们的这个使用角色。那44.5队呢，他们使用的是近段钢弹与铁人式桃子。那奇面大伟 A 呢？那一队是使用的是 V2 钢弹，还有金色丝绵。好，那 V2 钢弹的话，它是 cost 3000的机体，它可以透过切换为 A 装阿萨路托，就是强袭装备，还有 B 装，B 装是 Buster Mode。那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AB 装，就是两个装备一起上的一个强化形态。对，那这个形态 AB 装它是属于一个实现强化型的形态。是，那它虽然会。就它虽然是实现强化型，但是它的
在那一段时间它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强力。哦，不过刚刚看到好几次的操作都跳那个 empty 的画面出来，就可能大家比赛的时候还是有点紧张，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机体它都有弹药这个量的限制，然后如果你用完它就会进入一个补充的这个 CD 状态，那如果你又按的话其实对你的机体操作会造成影响，因为你变成说空发嘛，你就空发的话你会有一个硬直，那如果你没有取消那个时间你可能会被围殴啊，会被打啊，会被秒之类的，那这个操作可能就是要尽量避免。哦，这边可以看到是前面大伟他们可能采用的是让另外一位金色丝模去采用爆弹的战术。OK， 就是只让2500的机体去散落，来让他去抢，来让他去抢伤害，然后 V2 在后面进行辅助的。哦，所以 V2 是比较站在后位的一个位置，因为像这种一般来讲，大家在讲二 v 二的时候，通常可能就是排比较常见的阵容，可能是一前锋一后卫是这样子的配置嘛。正常来说呢，通常3000跟2500配，它通常会让3000在前面，然后2500在后。对，那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刚好是相反，对，反向的一个战术。嗯哼，就是只让比较低 cost 的机体去当爆弹。嗯，这样子。对，好，那我们现在看到 V2。这边不断的在后方做那个游移，然后尽量跟对手这边拉开距离，不过他看起来是被桃子盯上了。对，看起来桃子，但是桃子在机体呢，他因为是1500，他的气条还有他的机动性都没有那么高，相对都比较低一点，相对会比较难以追到 B2。OK，不过我因为我这个桃子这个机体，我稍微玩一下，哇，它的资源机这个真是百花齐放的时候，真的是会让人感到十分困扰。没错，因为桃子就是一台以资源机很丰富为卖点的机体。对哦，刚好赛评中信也是对当把桃子当 main 机嘛。对，我自己也是非常喜欢玩桃子这台。哇，结果讲着讲着啊，这边 V2 啊，这边是金色丝魔遭到了极罪。对，金色丝魔被散落。嗯。这边是由4.5取得的第一场胜利。好，好，在第一场比赛是由4.5先拿下一分。那这侵略钢弹跟桃子的这个组合，那其实两边都不算是高 cost 的机体，一个2000，一个1500。这两台机体呢，就是虽然它们性能没有特别好，但是它们的武装相对来说，以那个 cost 带算是相对丰富。至少桃子是蛮丰富的。哦，桃子我觉得他不应该是1500啊，我老实讲。啊，当然他的武装单纯了一点，但是活机动性非常高，我觉得对，在活那个武装的活用性上面，啊，当然也有可能他 HP 偏低，然后 boost 值也没有那么高。对，對桃子他呢，他只有450的血量，所以其实他被 AB 装的 V2 只要射个几枪，他就会弹性。好，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侵略钢弹。哦，这个是在系德里面的机体，哦，因为三巧强之一啦，吼，三巧强之一。对，那它的特色就是它有这个 MA 的飞行状态啊，哦，可以透过变形。哦，对，那这台呢，它有一个很特别武装，就是铁球。哦，对，大家可以看到它左手上面拿的这个铁球。这个铁球呢，它除了可以拿来锤人之外，它本身也可以在前方展开一个射击防御的盾。嗯。我就可以把子弹实弹挡掉嘛，还是光速也可以挡。光速都挡哦，就 OP 啊。好，不过我个人对他的那个觉醒剂更有兴趣，因为是核弹啊。他觉醒剂就是朝赛场上丢一颗核弹，丢一颗核弹哦，敌我不分。好，这其实讲到这个部分哦，就是我其实玩了好一阵子才知道，其实这个游戏是有 TK 的哦，就是这个游戏是有 TK 的哦，就是说你的。我攻击会攻击到队友的，虽然说因为游戏机制的关系，我们会有这个准星，你会看到你的准星是绿色还是黄色还是红色的状态，那当然，如果你的队友站在你的攻击轨道上面的时候，就会比较麻烦了，对，这个势必也是要经过一些沟通，所以正常来说会有前后位的差别，就是因为这样子。哦 ，OK， 后位通常会让自己的画面里面有所有的人，就包含自己的队友，包含自己的队友。嗯嗯嗯。那这边可以看到，刚刚金丝魔朝侵略使出的那个特格，是那个东西呢？它其实是先在前方展开一个射击盾之后，再往前进行一个冲刺的攻击。对。我们刚刚看到这个，好，进入了F bus 的模式，大家可以看到这是觉醒条在画面的左下。因为每隔一段时间，不管是受到伤害还是有攻击到对方，你的觉醒条都会量表都会增加，然后增加到大概一半的时候就可以发动 EX 技。现在呢，应该差不多会有4.5队两队来发动觉醒来
将战局逆转。对，因为也差不多就是到这个时间点，两边的这个这个 bust 条都差不多要满了哦。哇，这边逮到了带一个连段，啊，侵略钢弹这边漂亮。嗯，所以侵略钢弹这边应该算是偏近战的机体嘛？它其实比较微妙一点哦，就是它平常还牵制还是透过它的这个铁球，它也算偏近的机体。因为铁球它还是要在射击范围内才可以击中的。嗯，好，刚刚看到桃子，好，这边都发行了 S 绝。哦，那当然哦，我们这个觉醒系统，哦，有分三种啊，哦，就是 F 啊、S 还有这个 E， 哦，每一个都代表着不同的这个效果。那现在呢，虽然两队都只剩1000 cos 差不多的那个剂量，但是。因为44.5队，他们桃子刚下来，他会有一定的血量，对，血量比较多啊，啊，果然，啊，这边44.5，哦，就是我们赛前有提到，哦，果然实力非常坚强哦，取得了2-0领先。好，哦，看起来桃子真的是非常的烦人哦，跟苍蝇一样。没有，它是一台很温馨的机器。我在对面的时候很烦啊，我认真讲，我认真讲。哦，在对面的时候很烦，哦，不过这操作起来的确，哦，这个当然我那如果以中性的角度来看的话，桃子算是一个适合新手上手的角色吗？其实不太适合哦。一来它因为是低 cos 的机，所以它的机动性很弱。哦 ，OK。对，然后再来就是它血量很少。嗯哼，啊，的确。对，然后再来就是因为它低 cos 的机，它的气条也很少。哦，oh, okay. ，所以通常你在移动的时候，可能你3000 cost 的机体是哦，你会喷很远，然后可是桃子可能喷到一半就没了，对，大概是这种感觉了。所以通常我们在推荐新手玩机体的时候，其实不太推荐玩1500的机体的。OK， 会希望你在至少从2000嘛，对，有一点基本概念之后再开始碰1500的机体。OK， 好，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金色丝膜。啊，这是旗面大尾 A 这边的。哦，金色丝膜它也是有类似飞行的形态哦，那个裙子会打开。这个裙子除了可以增加一些移动距离之外，还可以丢出去直接炸人。而且它的普通射击非常的特别哦，是因为它是拿着双枪哦，你会看到它有一个类似小马哥出来，很帅气的这种取消哈。对，啊。金丝膜的设计它算是一个特殊的模式。哦，抱歉，这边要更正，它不能算取消，它应该算连射，对，算连射。对，它可以连射88。好，哦，这边是特格。哦，它特格之后的派生其实蛮强的。其实那个不算派生，那个算取消。哦，那算取消。OK。它在特格就是刚扑到人的那一刻，它就直接取消之后进行了 BD 格两下之后再接两下前格。那这个。以金丝膜来说，应该算是一个蛮痛的连段。对对。哇，啊，你觉得我这边啊被抓到落地了？对，抓到落地。哦，那其实因为这个游戏的系统基本上哦，大家的移动手段都是靠右下方的这个 boost， 哦 boost 移动。那基本上这个量表归零的时候，你就会被基本上就是强制落地状态了。那这个时候就是对方攻击的好时机点。那基本上在这个游戏里面呢，你就是要透过一些不管是移动手段也好，取消武器取消手段也好，让这个硬直哦。尽量的避免被对方抓到，哦，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概念。哇，这边桃子被围殴啦！啊，糟糕了，及时被救掉了。对，这边侵略，根本金丝膜已经使用觉醒机集中到桃子了。嗯，紧急被侵略，哦，救下来，中断了。嗯，对。啊，其实金丝膜打这个组合其实是非常不好打，蛮痛苦的，看得出来，对，蛮痛苦的。首先，金丝膜它的那个特格射击盾，那个其实只有防住。光速 ，OK， 哦，这边做隔挡，对，把桃子的圆柱挡了下来，对，因为它只防光速，所以像是侵略铁球，之类的那种可能是挡太足 ，OK， 哦，因为这个钢弹系列机体哦，每个有实弹啊，有光速啊这些属性的兵器哦，那有的防御手段是只能防特定的武器的种类的哦，所以这个在对战的时候，其实也要考量到对方的武器类型哦，去做调整哦。哦，这边也是被挡掉了。哦，金丝膜想要收掉前期的桃子，但是紧急被侵略给救下来。那可以看到，其实侵略这一台机，就侵略玩侵略的玩家，他在救人这个方面，其实非常非常的快速。哦，对，其实是一个我们称作补位的概念。OK， 对，好，现在是侵略是满血回归的状态。
汽车师母，哇，真的是没有什么发挥的地方啊，这边遭到了极罪，非常可惜。好，44.5这边3-0，取得这场比赛胜利，恭喜44.5。好，那我们紧接着要来看到的是四强第一轮赛事的第二场，由我们画面上方两位玩家妙一骑士队。要来对上的是画面下方的两位玩家，你说这个谁懂啊？对啊，这个两队的四强第二场比赛即将要来开始啊。那我们在刚才呢看完这个44.5跟这个奇面大尾 A 的这个比赛之后，其实奇面大尾 A 这边是发挥的还不错了，算发挥的还不错，因为其实44.5这一支队伍的实力是非常坚强的。我们其实刚刚是打到，我记得大概是第二场、第三场有看到 cost down， 其实就已经算是有把对方逼到极限了，对有逼到极限了，这算是相当不错了。那我们紧接着要来看妙一骑士队跟你说这个谁懂啊的两队的队伍名称都非常有梗。然后那我们可以看到妙一骑士队两位玩家的这个选角部分这边第一支角色是全装甲型钢弹这个是咒语型的全装甲型钢弹、对妙一骑士队两位玩家都是选这个机体然后你说这个谁懂啊是选择搭配应该是量子型大波全刃式搭配制作攻击钢弹是那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3000配2000的组合是这个在不管是这个网络对战的 rank 场还是比赛队伍里面都蛮常看到一个 cost 的组合两个人都选这个全装甲型钢弹可以看到全装甲型钢弹两台都选 S 爵代表说他们可能会采取一个比较互相补位的一个战术那可以请中信这边大概解释一下他两边都是两个都是选 S 爵所以 S 爵这个特性 S 爵的觉醒呢它除了可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可以射击接射击就是可以比如说一般状态下武器因子对其实最直接的效果就是主射可以连射就是比如说一次平常的机体一次只能开一枪那在 S 爵的觉醒途中它可能一次可以连开打所有子弹全部打完 OK 这边看到在无损伤的情况下对那现在画面上的这位选手搭搭搭布他是可以看出他的走位是比较偏后他可能会采取就是一个辅助队友的担任后卫的一个角色但可以看到其实对面的血量非常非常的难对那他们两台 FATB 的血量其实都已经稍微受到一点损伤对算是暂时落后了但两台同样的机体还是有点不利对其实感觉就是没有办法达到一个互补像这样子但其实这台机体它算是一个偏射击型的万能机哦对对那这台机体是如果是实力高强的玩家来说它其实是可以做到前卫与后卫的职责兼具毕竟是万能机嘛而且它的武装配置其实偏弹幕的比较多它算是一种弹幕型的机体对而且它这台机体它最特别是它的特格它的特格拥有多种射击派生像就是这个往前冲这个就是所谓的特格好现在 S 爵开起来了对这边可以看到它有射击接射哇结果被补掉了蛮可惜的对被中断了S 爵就没有达到多大的效果这边晋升格斗有了我看这边连段打完之后都会马上切视角这也是一个操作嘛就是紧急的确认一下对手在哪，okay, 队友在哪。因为你通常格斗连段打完之后，对方会暂时处于一个倒地的情况，就荡着。哇，这边遭到击坠。那其实这边可以看到对面的，你说这个谁懂啊？对，那他们虽然是两千机先过，对。那正常来说会让三千机先过，但是总是战场上有不同的情况发生。那这个时候让两千机先过，就可以看到其实三千机的打法就已经稍微偏后双方同时被击落对要不然这样哇结果还是被逮到了那这样就只剩下1000左右了但是相对的两分机还是有蛮大的成功
对，血量还蛮满的。Double 回归的 HP 大概是三分之一左右。可以看到刚刚已经中了四个东西伤害的格局，那这个两百多的血量很少。这伤害其实非常不错，两百多。那当然，这边就会把目标放在 Double 的身上。这边 Double 开启了，两边都开。结果这边被中断。你看我就是，然后先飞。好，这边他觉醒了。好，都开了。F 绝他开，好，火狼掌打开这个飞机，对，哇，残血的诱惑，可惜，结果被遭到了击坠，没注意到，可能这个龙比刚才已经从后面冲上了，对。哦，其实，在被锁定的时候，大家可以从画面看到这个上下左右都会有那个提示，对，被锁定啊，或者是已经被瞄准了等等之类的。那其实刚刚中心这边也有提到，全装甲型钢弹这边它的这个特殊格斗可以派生出非常多的攻击方式嘛。对，它除了有单发的大颗的射击，然后有辐射的照射，然后有特色的炸裂弹，然后还有一般的格斗派生哦，所以其实我其实记得攻击力都蛮高的。对，我记得攻击力都蛮高的。照射攻击力有两百多，对，这摸到一下200了。相对来说会使用特格的特色派生，然后炸裂弹，因为它的攻击范围最广。OK， 比较容易打中。好，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你说这个谁懂啊的这个double，对。那这台机体呢，它算是一个比较偏近战的近战系的，比较偏近战系的怪兽。虽然说它比较偏近战，但是它的射击武装也非常非常丰富。对，对于是单边，对，三边机体啊，在这一版里面它也算是上位。其实，在不管是比赛啊，还是在跟格斗，还蛮常看到这台，人气也很高啊。毕竟 Double 也是人气作品。那其实这台量子型 Double 全是它的最特别的就是它复射，那复射型能够派生出其他的射程，那大部分的攻击也很多都会在复射击中之后再开始。对，因为辐射是有带这个麻痹属性，对，带麻痹属性之外，还有一个位移，对，它顺便可以算是一种打带跑。其实这种位移技在你要判断一个机体是比较强势的机体里面来讲，有没有这一招是哇，这边中觉醒技了，不是，那是单纯的 BB 梗哦，那是 BB 梗 ，OK。我看看，好像团长打开，啊，血量这样子三滴有了。在连段哦，这是量子化，量子化派生，对，这个派生，对，这也是这台机体比较特殊，哇，不过这边残血遭到击坠，算是一个还正常的状态，对，三千遭到击落，哦，这边打的比较危险，对，这边已经是全装甲这边已经有一台是残血了，然后另外一台比较原本刚回来的全装甲型钢弹，因为中了太多弹，所以现在对刚刚吃了不少攻击。这边如果我直接特格冲过来被挡掉了吗？刚刚不知道主要是因为它的量子型 double 全是它的特色，它的韧型光速，它有多段的攻击判定。OK， 所以一般的射击队冲过来的攻击挡不住。对，刚刚是这个有这个特殊的这个，然后全装甲型的这个特格射击盾的部分，这边两边的 cost 都挣不到1000了，这边觉醒要打开，不觉，量子化追得到吗？追不到啊！刚刚对面的 FATB 级的，他使用了后觉醒器。后觉醒器是在原地射出一大串武装的 ，OK， 但发生比较在，它会停在原地，对，那就被制作攻击钢弹的格 CS 逮到机，我现在的比数是来到了2-0，这边是由你说这个谁懂啊领先，那看起来妙翼骑士队可能想要换机体，好，
这边稍微在规则上面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啊，这边是如果你是上一场比赛输掉的队伍的话才可以进行这个机体的更换啊，如果你在下一场比赛是可以进行机体更换，包含其实如果你不换机体你做这个 bust 的更换也是可以 OK 的，没有问题的但是赢的这一方是不可以做更动的。看来他们 FATB 的第一位把觉醒换成了一绝，这边就是做一个觉醒器的更换。对，看来可能是想要让打打打 boom 选手打前，然后让另外一位选手算是打后的对 F 绝打前一绝打后。那一绝当然就是那个以生存能力为主了哈，对，想办法活下去。一般 F 绝跟 S 绝，它只能在全绝的时候才能做一个瘦身的动作。但是一绝它只要一半的觉醒条，它就可以做一个瘦身。就是看到下方的机器条来到50%就可以使用。对对。我之前在直播在玩的时候，都会被大家提醒说，觉醒开啊！对啊，要开啊！58就可以开了，是不是很浪费啊？因为觉醒这个东西，它是能够大幅改变单放的一个系统。对，可能算逆转手段了哈。对，那通常你能不能用得好，就直接关系到你那一场的胜。嗯。好，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制作钢弹啊，制作攻击钢弹啊。那那个，它也有一个，它是不是有一个一场哦，一条命只能用一次的这个蓄力格斗？没错，它的格斯是可以将背包上的将背包放出去到对手的头上进行照射啊，对，强力的照射，而且范围还蛮大的，因为它一场只能用一次，所以它的刚刚是不是用掉了？不是，它是特色，它是特色，就是攻击钢弹，它在特色的时候，它也可以将背包放出去。然后再放对方，再可以做一个弱大动作。嗯哼，这边有在做蓄力的动作啊，大家可以看到下方有一个下底条，放出去，啊，中了，中了，但是取得领先。你看到制作攻击钢弹的血还是满，一个很明显的非常舒服的状态。不过制作攻击钢弹是不是比较被归类在打近战？它有点算是全能型，对，它也是万能型，它也没有特别偏特别，没有特别偏特别，它就是单纯的万能型。好，逮到机会，捏到这个强力的特色，真的，手都拍成，哇，直接一次带走，直接 S 阶打开，遭到了中断。现在他们这一队的后者挑战是比较牛的，所以制作攻击当然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狠的打法。哇，这边逮到直接带一套，一整套派生啊，两百要压实身吗？一绝打开，一绝打开，哇，直接砍了过来哦，没办法过了。有量子 double 全面刺激，这场战斗胜。团长打开了3-0，这边恭喜我们，你说这个谁懂啊？恭喜3-0取得胜利。那这边妙一骑士队就要调到败部来跟这个大伟 A 队来进行对战，对，来进行败部的这个第一场赛事哈。好，我们稍后马上来进行下一场比赛。
好，那我们紧接着要来进行的是我们败部第一轮的赛事。那我们刚才在这个第一轮赛事结束之后呢，掉到败部的两个队伍分别是旗面大伟 A 队以及喵一骑士队。好，那这场比赛就会十分的残酷了。那我们远从南部来的玩家呢，当然是不希望在第一轮就遭到了淘汰。可是这边很残酷的，两队要选一队了。那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是玩家，我看得出来是有点紧张的。其实两边在今天的表现来讲都算不错了，其实都有打出他们想要表现出来了，都算有正常发挥。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台湾毕竟很少办这种类型的比赛，即便是 MBON 也是一样，我相信了。所以在遇到这种大型比赛的时候，你在不熟的环境下再来进行，即便平时是很熟悉的游戏，你可能已经玩了几千几百几万场了，可是在这种环境下你还是会很紧张。一个正常的发挥其实是不太容易的。对，就看这个时候就是要看谁可以把状态调整，赶快调整过来。好，我们就来看。其实两边这个在机体上面都没有做更换，一样。像机体这个来说，它蛮快的，刚好可以很多。对。那另外大伟的时候，他们还是一步搭配。好，那我们先看到大概开始他们在采用了3-2-1的战术。对，但是还是哇，我这边被击坠。喵一骑士队，然后前面大伟他们是采取比较。我当前锋，啊，这边 F 觉醒打开，哇，这边贴近了哦，好，这边金色丝膜，刚刚 F 觉得，FATP 被 B2 的盾挡掉，其实这个觉醒觉醒虽然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逆反手段，但是要是被中断的话，其实就等于是浪费了一个机会。其实我们刚刚在看的第一轮比赛，这种情况也是不少。哇，这边带走，哇，照射油，哇，这很痛啊！还好还是被阻止了没有，那个是被，哎呦，来了，这边已经有点危险了 ，cross over 了血量出来只有250。你要骑士队这么危险啊！被追到，这样子没办法了，一次直接带走了，蛮可惜，直接被插到了。这个连段带下去绝对是200左右的伤，超过200。好，先恭喜我们旗面大伟 A 先拿下第一场比赛，1-0暂时领先。那这样子看起来，那个金色丝膜的这个机动性让他可以在这个前排游移蛮久的一段时间哦。因为金色丝膜其实它算是一台打前卫蛮强势的机体嘛。因为毕竟它有一个带射盾的图集，然后它还有一个就是可以扫射的。对，它的那个照射武器是可以稍微移动一下的嘛。就是它的，其实是副射嘛。就是它的副射是可以做一个很少的一个范围型攻击。对，那个扫到人会直接麻痹。有带麻痹 ，OK。然后蛮大的范围型武器，金色丝膜它本身的格斗也算是蛮痛的。好，这样子双方没有更换机体的情况下进行第二场。好，那这边可以看到 FATB 两台都把觉醒换成了 S 级。OK。我这边还是希望在射击上面多占一点优势哦。但是如果他们双方就是 FATB 的队伍，他们想要两方都打透，他们可能会被单独一个人往前冲的金色丝膜给打乱阵型。对，其实刚刚上一场比赛就有看出来，哇，结果这边被接了一套连段 ，B2 这边先掉了大概将近200滴的血量。其实像这种让二武去打爆弹的战术呢，最好破坏这种战术的方式就是去追三千机，但是三千机它当然不会那么容易被追。对，因为这边毕竟是 cost 最高的机体哦，这个机能上面来讲，对，所以能不能追到的不可移动，能不能追到就是取决于，应该会直接关系到这场胜。好，这边挡掉了，漂亮。不过后面的追击，哇，这边处于一个被围攻的状态，一吐。
离路线安全的是323，还算是一个安全范围内。我记得它满的时候是650。V2 穿上了 AB 装，那这一段期间其实被抓落地硬直了。漂亮！如果说哇，这个弹幕没有中，有是就是照射哦。这个照射247也是非常非常痛痛的，直接都已经进入血量补正的范围。因为补正范围哦，就是我记得是50%以下，或者是补正的这个效果。通常你的血量越低，你的攻击补正会越高。哇，就全倒啊！还有那次是照射压起身，有压到吗？没有，血量是20。20，这边极限掉了，应该也很有酒醉，掉了会有点危险。嗯，血量应该就会逆转哦。啊，好，做好，好 ，cross over。但是 B2 是有全局，而且他还有一个 AB 装的状态。对，这边资源满满哦，想要抓也不容易抓，结果直接吃到一记光速过枪。毕竟 V2 AB 的主色 H 绝连射也是非常非常的痛苦啊，那个机的中心根本抓不到，很难很难抓，而且被射到一套至少100度都不见。对，那一发好像记得初始值都110哦。V2 的它 AB 装的主色特别痛哦，对，而且它是单发倒，哦一发倒 OK， 所以这边2-0领先。那这边紧接着是第三场的赛事，看起来是没有打算要再更换机体哦。对，觉醒双方也没有做任何的更换。但其实刚刚那个场面呢 ，V2 如果 FATB 他们那一队把 V2 击弱了，其实是还有机会。他们要先熬过拥有全，他一复活那个资源满满的情况下，你要等他资源消耗完。对啊，拥有全绝的 AB 装 V2 那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难以应付。好，那看第三场。视角来看到金色心魔啊，金色心魔马上被弹幕打到了啊，不小心中了照射。一般来讲，被照射武器打到都会定在原地一段时间。对，而且因为照射武器它是持续性的伤害，所以正常来说如果被打中，其实会损失蛮多血。哦，我这边逮到一个机会，带一套格斗，对，带一套218，218其实也蛮高的。对，就这个。哦，相当漂亮的连段。另外，压起身是一个非常强力的武种。为什么要这边中性会提到压起身？因为照系统来讲，就是每一个机体荡过都会有一段的无敌时间。那其实这个无敌时间是中间是可以休息的。对，我看到有一些玩家他会去赖在床上，没错，整个赖，我们俗称的赖床，就让对手抓不到你，就觉得好，这边直接打开，好，哦，带到了，这个痛啊，这个至少334，好，这边直接打开，哇，没有办法了，好，这边进入到这个要开觉醒的阶段哦，双方。追到吗？哇，这个红 save 有追到，可是被阻止了。啊，击坠啦！这是 V2 AB 的照射，从旁边射过来哈。这个想说要做追击，都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人哈攻击，所以边有奇面大围取得了3胜。那对这边直接3-0击败了喵翼骑士队，我们恭喜奇面大围队，恭喜！那我们稍后呢会对这个妙翼骑士队的两位成员做一点赛后的访问。あの頃僕らの青春はガンダムだった。お客様は。すみません。本当反省してます。こうやって揉めたこともありました。連携がうまくいって勝った時、気持ちよかったな。PS4 であの頃の続き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エクストリーム VS マキシブーストオン。好，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妙翼骑士队啊，这边很遗憾的两我们这一队呢是第一个遭到淘汰的队伍了哈。不过呢，我觉得能够进到我们的四强这个赛事的队伍都是实力都算顶尖的哈。所以呢，今天特地来访问一下两位，先问你是怎么称呼？叫我听。啊，没关系，你这个对要靠着讲，对对对，叫我听雨就好啊，听雨就好了哈。那你是住在哪里？高雄。
高雄，特地昨天就杀上来吗？还是今天杀上来？今天早上。哇，也是很辛苦，应该很早很早就要出门了吧？对不对？就睡觉时牺牲一点这样。OK OK， 那钢弹这一个系列的游戏、我们这个 MBON 大概玩了多久了？我的话从、因为它系列做很长嘛，对，从那个 PSP 我的接触啦，从 PSP 的时候开始，然后一直到现在的话，可能也七八年。哦，那你跟我们中心赛品一样、他也是从 PSP 那一代，差不多，大部分玩家都大概从，好像都是那一代哈。对，那时候有很多经典的这个系列。那是不是觉得它移植到我们 PS4 之后哦、这一代啦哈，就是我们 MBON 这一代。目前玩起来是不是还觉得还蛮不错的？因为我们之前就对系列做了解嘛，然后那时候就在台湾这边知道说，哦，这个在日本的街机厅有在公开，可以大家一直游玩，然后我们就在台湾找，啊，台湾发现台湾有之后，特别高雄也有，那我们就在街机厅有先接触一阵子，然后。但是后来他因为日本那边他一直有他的进度，他一直发布新的对，一直有新的版本出来，一直发布新的版本出来。那我们也很期待说，那我们台湾这边一直停着那结果他好不容易就出了一个家用版的 PS4 的这个，而且是一口气把所有的机体全部都收入进来，过去的内容都收入进来，那就是完成一个心愿。对，真的是完成了我们大台玩家的心愿。对啊，因为一直都还没有给另外一位玩家机会啊哈，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叫浩宇就好。啊，浩宇就好。浩宇也是住高雄吗？啊，从高雄上来的。所以你们都是在高雄的那个机厅认识的，是因为在机厅认识的。对，在机厅。哇，你看这个时候，这个时候那个时候那种以前那种热血感觉都上来啊！以前都在机厅交朋友了哈。特别组队也是因为我们就是机厅的，就是一直以来就一直玩，一起玩的。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们想找更强的组队，是不是？没有，没有开玩笑。没有选择，就是只是想到他而已。OK， 我觉得就是代表高雄啊，对不对？是不是只有你们从高雄上来？好像是这样。这几组应该是只有我们从高雄。哇，那真的是很辛苦啊！不过这边很遗憾啊，那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其他的玩家的表现啊。我相信，应该刚刚有看到其他人的比赛内容了，你们觉得怎么样？你就先讲。我觉得就是大家有目共睹啊，那个画面你就可以看得出来那个实力啦、然后自己亲自对战、因为其实我们是真的很少跟他们玩，我们基本上自己私底下休闲暇时间也比较少跟他们对战。然后预赛的时候遇到一次，那个阿法跟老刘他们那一对44.5那一对，冠军呼声最高的那一对，就有冠军相的那。早就有听闻他们很厉害，然后真的对战，实际对到的时候感觉不一样，那种感觉。然后再加上另外两队我们从来没有打过，然后我们刚刚不是在上面有打过了吗？也是马上就体会到了。对，就是你光可能看一看影片，或者看一些那个别人在口述说他们实力怎样的时候，可能自己还没有什么感觉，实际对战的时候。那个感受就会特别明显。画面口述你已经觉得他很厉害、体验到的时候就觉得更震撼。真的。好，那就谢谢我们妙一骑士队的两位了哈。那今天特地呢北上来也辛苦两位了啊，特别感谢，真的谢谢你们，谢谢。那我们访问到这边。好，谢谢。好，那我们紧接着要来看到的是我们的胜部冠军赛要由44.5对上，你说这个谁懂啊？啊，这两队的对决了哈。那我们在这边要来决定出我们的胜部冠军四位选手，这神情好像跟稍早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哦，看起来是比较熟悉这里的环境了哈。因为这四位选手其实是互相认识的。OK， 对，所以在打这个就有点像他们自己私下在打的感觉。对，好，那当然哦，我们44.5刚才。这一队呢，这个冠军呼声相当高了哈。那当然要看你说这个谁懂啊，这边能不能阻止他们啊？好，这边可以看到，你说这个谁懂啊？这一队有一位他将机体从量子型 Double 全认识的换成了亚历克斯，可能是想要针对侵略的铁球吧。OK， 这种针对性的更换机体哦。那血量非常少，这个是因为以前亚历克斯是一台1500，而且他有这个阿玛，这个装甲它其实算是有一个血量，
我看他 boost 出去那个移动距离也不是很长。那这就是1500DT 的弱势的。但是有什么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刚刚那个装甲现在已经被打掉了。嗯、那个装甲其实它不仅可以防掉射击，它连格斗也可以防掉。哦，无敌的装甲。嗯。看到。啊，目前其实战况有一点陷入一种焦灼焦灼啊，其实都还没有把距离拉很近。最主要是因为两边肢体都是好比被麻了。两边自己都是冰扣的型的机，不太有那种能够一次决定，对，要累积觉醒之后才可以做出那种一次翻转战况的操作。都还在哦，等一下靠近了，两单。好，今天可以看到刚刚双甲帮忙挡了一下桃子的援护，不然如果刚被那援护打到，会有一个大的运气在。对，哦，桃子的援护我记得有一个是可以把对方抱住，对，被那个抱到也是。哇，两只一起来！哦，这个是现在亚历克斯身上缠了一个网子，那个网子会有一个减速的减速效果，对，还有降低你的体重。哦，哦，奇烈这边残血喽，然后你这边要来救，这边莫啊，莫凡啊，结果亚历克斯遭到了极罪，可能桃子应该是一个全血，所以他的觉醒时间会相对来说比较长。哦，不断的去做位移，抓，想要抓桃子落地没有抓到，看来被桃子援护打到，桃子援护真的是相当烦，哦，真的很烦，一下子三只冲过来，然后躲，如果躲掉就算了，然后后面再跟你补，只能让阿烈有点残血，有没有办法收掉嘞？残血的诱惑啊！哇，刚刚有挡到这边，哎，血开了，结果被反杀，哎呀！这样子进入了 crossover 状态，相当不妙。270的血，以这个游戏来说，中一个连段就拜拜了啊。对，但是幸好对面两排是两百跟1000，伤害没有那么高的，对。他们要打出270也是有点困难。对。哇，结果这边进入了缠斗状态，逃到了连段，觉醒技288。哦，结果是残血啊！桃子这边要来救。桃子那边大胆的直接的觉醒，对啊，哇，结果被后面补到了觉醒落，这边是一个比较，两队都进入了 cosplay 状态，哎呀，最后的火箭炮没能躲过，可惜啊，嗯，哇，他一度以为要逆转哦，对，因为桃子觉醒落，其实他下来之后，他没有觉醒，他也没办法做什么太多的操作，嗯，那但可以看到，其实对面的侵略有很好的把这个战况给逆转，我看来。看来这个更换机体的选择是还不错的哦。对，看来就是针对对面的双 D cos 的组合来做出了一些应对。我觉得这也是比赛好看的地方就在这里哦。你没有，然后玩家可能他是某某某玩家，他是以操作某一个机体出名的，而结果他在比赛的时候突然暗藏的人牌拿出来，有这种感觉。另外一个，对，你绝对想不到，嘿嘿，我还有偷练这一支吧。啊，亚历克斯这台，我平常会很少看这个玩家，这是藏招藏很深啊，藏太深了，都不讲，都不讲。我哦 ，D cost 哦，这个在血量上面的控制还是比较辛苦一点。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桃子，那桃子在基本上其他的射击算是一种特殊型的实弹，它的诱导比较好哦。所谓诱导是比如说进入到红准星的时候，它在红准星的时候射，它会比较容易追到人，跟一般的比如说像巨魔钢弹红钻石。它的那种比较细的子弹，跟桃子这种子弹就不太一样。OK， 那桃子这种子弹目前只有桃子型的，还有猎，就是2000的猎魔钢弹第四形态。哦，亚历克斯跟制作公司钢弹两个都残血了，相当的不妙哦。亚历克斯如果这边收掉的话，就要被反超。但是这边可以看到，看起来桃子并没有特别要去追残血哦。对，他看起来是谁来就打。好，这是觉醒，我们开始。好，制作攻击钢弹也开了觉醒。亚历克斯冲了过来。啊，因为亚历克斯老弟，那接下来亚历克斯应该会有觉醒的状态回来。
哦，这个是侵略当代军机哦，好大、啊，炸到队友，那范围实在太大了、啊。不过还好，因为那个离得比较远一点，那个伤害值就蛮轻的，最主要是打可以还打，是你队友的伤害值也不高，对，大概就十几二十左右。边被瞄准，哇、哦！刚才桃子的这个援助，从左边来呀、啊，是光平残血，哦，亚历克斯要救来不及，我们遭到了包夹啊！桃子有绝路吗？还绝不绝？桃子绝路啊、哦！还是由侵略决定了这场胜负，对。啊，其实就进入到混战的时候，真的。每一个 play 都很关键哈。好，14.5这边，其实两边还是拉得蛮近的啦。对啊，我觉得其实两边还是拉得蛮近的。机体性能就是差距。对，应该说，如果是他们，就是你说这个谁懂啊？这一队，那如果他们是刚刚上一场比赛的组合，就是量子型 double 全刃式搭配200的制作空钢弹，如果是这个组合的话，其实对上对面2000跟1500的组合就会比较不利。哦，毕竟他们只能够死一次哦，在血量上面的压力就会比较大，血量压力就会比较大。对，那2000跟1500的这个优势呢，就是他们可以死很多次。嗯哼，对，在操作失误的这个容许率比较高一点哦。对，好，不过现在还是14.5以2:0取得领先。这边可以看到两方都没有更换机体，对，依旧是桃子跟侵略的组合。画面上看到的是侵略钢弹，第四节，刚才集合弹哈，侵略钢弹被主射加特射的 combo 中。其实像这种我们一开始在机体刚上手，基本上都要去熟悉一下自己的武器特性。我们像我这几天在学习。我落地前可以使用什么武器让自己感觉更有成就感？让自己取得在，即便是因为这个游戏，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说，我就是要抓落地，抓落地。那我自己落地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成就感？落地时的破绽越小，当然是越好。然后透过武器去取消啊，或者是辅助啊等等。然后不断的节奏，不断的游移。MA 模式，看一下亚历克斯的位置。哦，这个血球搭配。哦，他现在制作钢弹残，制作空气钢弹残血啦。哦，哎，狙击弹找到。对。而且这个游戏里面在空中要命中敌人，挺困难。哦，这边照射照到了。照射照到了。209。哦。后方有攻击哦，他真的反应很快哎！一看到后面有人要射，他其实马上反应过来了。哦，刚刚对面桃子隔反隔中了哦，隔反隔中就直接一个反击哦。对，但是桃子的他的隔反是停在原地对一个人进行射哦，他就不是追打的，一般的隔反看起来就是追打的。这边可以看到就是44.5这个其实血量上优势。在量条上取得足够的领先。哦，刚刚那个血球短，防身有防到。哎，这是节奏的特色。现在是挡掉。啊！哎呀，没有挡到。哦，不过这边桃子吧，桃子。哦，刚刚这个动作应该是被隔断掉，应该是反隔。好，所以我们44.5啊，第三场也拿下，我们恭喜。哦，虽然说感觉这个，你说这个谁懂啊？这个队伍这边的机体的更换，其实一开始看起来是有奏效的哦。不过，44.5后面做一些这个策略上的调整之后呢，并没有让这个cost 44.5的优势，对，蛮可惜的哈。好，所以我们的胜负冠军就是由我们44.5拿下。好。那我们要紧接着要来看到的是败部第二场的赛事，这边是败部冠军赛，要由奇面大尾队来对上的是你说这个谁懂啊队啊，那这两队要来决定啊，谁哪一队可以来晋级到我们最后的总冠军赛，来跟44.5队进行最后的对决。
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是玩家都已经就定位。好，那就要看双方对战这边的想法了哈，因为刚才在你说这个谁懂啊？对他对上 44.5 的时候是做了机体的更换哈。对。啊，不过现在回来，看起来他们又回到他们原本的啊，对配置了哈。量子Double钢弹全刃式搭配制作攻击钢弹装备服，对，然后来对上一个钢弹跟金色丝膜的组合，对，前面大尾那边看起来自始至终都是同一个组合，是。好，那我们现在画面视角在量子型 Double钢弹这边，哦，先把距离拉开，哦，因为看起来。你说这个谁懂啊？嗯，对他们应该也很明显知道，说对面想要用金丝膜的爆弹战术，嗯，哦，跟台球一个拉开距离的一个战术，对。金色丝膜要屠戮 double， 结果反而被打了一跳连断了。现在让旅行 double 这边暂时都还没有存血，哦，可是队友的。制作攻击钢弹，稍微先准备一点血，大概剩一半的血量。金色丝膜靠近，没有打算要跟金色丝膜打肉搏的意思哦。哇，结果就跟背后方的AD 装的打掉了差不多。金色丝膜过来，哎，结果被量子化过来。这个格斗还是很硬的，对，真的判定非常好哦。好，刚刚金色丝膜弹缺了，没有，已经是 NP 的状态。要抓落地吗？好，抓到200，哇，这边一下子掉200多的血量，这边压起身没有压到，赶快跑开哦，赶快跑到地上回，打包，哦，然后靠近没有得逞，继续再拉开，啊，哦，如果是后面，剩下110的血量。哦，这个逮到了，逮到啊！在200多的血量还没带完哦。哦，觉醒了，看起来想要冲一波。这边团长展开，可是等他落地吗？欸，哇，结果怎么开了吗？师傅刚刚格斗没有按完，对，结果两边有一个互击的效果出现。这边 S 姐打开，哦，这个有救到，嗯，连照射有成功救到队友。北京就锁定了，啊，一下子这边来到了 crossover， 可能是在一个后落，虽然是一个弱势状态。他连 FJ 也打开，他如果被金丝膜逮到以后，会非常非常危险。对，现在血量就剩下220，一跳连段可能就要带走。哦，哇，照射照到，这个照射照到，现在很关键哦，非常有机会。对。哇！结果是后方的光速，两边同时落地的情况之下，金色丝膜，哎，先砍到了打波，由前面大维先拿下了一胜。哇，这个打波这个在不断的拉距离的情况之下，还是没能掌握到一个比较有利的局面哦。哦，是制作攻击钢弹在跟金丝膜，应该说他被金丝膜磨掉太多血量。嗯。所以这边其实导致了一个，像你讲，原本量子型大波他在第一面的时候他已经先觉醒了，嗯，代表说这其实是一个我想要先落的一个，嗯，一个讯号。是。那但是很显然被对面的金色之魔让制作攻击钢弹先落了。那量子型大波全认识回来，其实他是处于一个没有全觉，嗯，没有觉醒的一个比较不利的状态。对。等于是比较惨的状态啊。对。好。1-0暂时领先，这边看到其实金丝膜是，哦，这边对，其实我们刚才打掉143个，哦，想要做格斗，结果被打掉，先把目标放在大波身上。我的哦，及时盾挡。嗯 ，Double 毕竟是3000的机体，施工时间非常久。哦，剑气打到了，可能刃形光束。嗯，那个东西多段看见是可以穿过侧格的前方射击盾。
然后对金色石墨来讲比较麻烦。可以看到，其实像李云大波他们那一队算是采取一个比较往后的打法，嗯，但是这个打法到底会不会对等等金石墨拥有主体的状态下，就是单点突破哈，单点突破呢？嗯，还是不断的在横向位移啊，哦，逮到喽，逮到连段，逮到216，哇，这个伤害非常高啊，又被追击。制作工杨在想要回来救，但是没有做到，也这么倒地，其实是有点亏的。两边都是半条血哦。严师母这边血量已经见底了，人家用特格靠近，哦，这一套243、240，人家压起身，制作钢弹赖床。哦，这个有啊，起身最后一个被逮到，严师母先被击落。快满哦，满了，马上就开，然后逮到一个连段，啊，银枪会死，哦，漂亮的连吸，就直接一炮把量子大波带走。但是量子大波下来应该会有觉醒，血量也是，他的觉醒就会非常非常的关键。嗯，哦，我这边被麻了，可是也倒了，所以没办法做追击。大波，开了 F 绝。这边看 V2 到底能不能撑过量子型 double 这一波，哇，结果就怎么没有带到，两边同时倒地，哇，金色师母这边蛮危险的哦，现在一个比较进入到混战的状态，这边追刀连断有办法带，没办法打带，但是量子型 double 应该会想要开始往后了，因为队友还没弱，对，虽然说接下来下一个，哇，这波攻击也被击落，等一下回来是 cross over 的状态，被击落了哦。嗯，现在看起来其实前面大威是蛮危险的哦。H mode 打开 ，F 开、哦，哇，最后、哦、这个是被暴风扫，被暴风插到，嗯，就是制作攻击钢弹的格 CS， 他的暴风击中了 V2， 因为 V2 是后落回来的，所以他的110的血其实中的那个暴风就是会。直接被击落。对，好，现在是我们比赛哦，进行到这边呢，第一次来到了1-1的状态，表示两边实力相当接近啊，哦、这个呈现一个拉锯的状态啊。看来两边目前的觉醒都没有做调整。嗯。啊 ，V2 这边是 S 绝啊，其他三台机体的话是 F 绝。不过战略上面应该还是一样，让金色师母去打前锋。一度在后方做支援，可以看出其实这一场他们的战术非常非常固定，就是也没有做其他的战术的拟定，就是哦，就是简单的战术来对抗。哇，一回头看到制作钢弹可能刚刚被打了不少血量哦，这地盘非常不好的展开哦，啊，钢弹，制作钢弹这边已经滴血了。哦，哇，照射照到，照射照到，哇，这两边照射都在开哦，还是有赚，嗯，啊，弹幕躲过，啊，那个援护，这时候援护还是很足的，对，这边先落，两边都落了，这个找到，大波这边剩不到一半的血量，直接冲了过来，哦、哇，结果吃了一套 ，V2 的 B 装的后格，他放了两个暴风。哇，这边这个是A 装的后格，是 A 装后格，它是在前方架起那个盾，那个盾其实是有一个防御折寿的效果，对，就有点类似当身的，挡到之后可以再做一个追加。大波，哇，先鼻血在床下，一度一度也是选择要压哦，先把距离拉开 ，F 血打开了，大波。double F 直接打开，但是 double 只要再被打到一下，摸到一下就，没有摸到。V2 使用了一个自爆战术，让自己落，躺在地上赖床。F 直接打开金色之魔，可以看到 V2 采取一个保身的战术，因为事实上他们只要保住就赢了。有没有办法带走？有没有办法带走？残血的油，哎呀，这个 double 带走。这个血量拉锯。现在是一个非常非常紧张的状态，对，就摸一下哈，都擦那一下，怎么办？哦，这个撞到，哇，刚抓到落地，漂亮！哇，这个最后果然
还是要在这么紧张的时候，真的。刚刚其实前面大伟他们还是可以再撑个一波攻势，但是我没撑过那一波，其实是蛮危险的。是，但是事实上也让他们归到了让 Me Too 有 AB 装。对，好，我们再反超回来，哦，这边应该是旗面大伟二嘛？旗面大伟 A 二，对，二比一领先的旗面大伟。哦，你说这个谁懂啊？依旧是自作攻击钢弹跟全人式的组合。这边不知道他们战术会不会做一些调整呢？其实都还是打得蛮拉锯的哈。但是自作攻击钢弹这一场，他是稍微把距离往后拉了一点点。你看他的画面上其实都有单位玩家，对，可以能够看清楚局势啊。那个被射中，落地的时候刚好被光速步枪打到，就是一度的 AD。那这边其实比较怕是制作攻击钢弹没办法扛住金丝魔的一波攻击。可能是这边想要找破口，还有可能是在前方做一个起手的动作。这个金色丝魔的血量掉到了50%左右，事实上这也是他们造弹战术我希望。哦，危险了哦！金色之魔要觉醒了吗？应该会有觉醒。哇，这边哦，一套有带到，这个攻击没有办法追击到哦。哦，那个可能是有砍到 V 2，算是有赚的啊。可是对，全能是回去支那个金色之魔回去支援哦，让全能是处于一个一打二的情况。F 绝打开，两边 F 绝，土壤掌门也开了。制作钢弹发现没事可做，所以他把折线丢了出去。哇，然后中了，哦，没能救到哦。没有，制作攻击钢弹将 V 2先击落，这样子会让他们原本前面大伟想采取的一个爆弹战术会比较难以执行。OK。S 八的打开的情况，这个 S 九还是非常的暴力啊！一度哇，最后没能追加到，进入了 crossover 状态了。好，这边不要再被击坠一次。S 九打开，两边都开，直接做格斗，连段有吗？连段应该。哇，残血顺便带走，金色丝魔从残血回归。砍到吗？哇，漂亮，漂亮！啊，抓到了落地的瞬间。这边可以看到金色之魔，其实在残血回归这一点上，因为他原本是打爆弹战术，所以他可能对保血的一些走位，可能没有那么的熟练。对，那他就是在在后落的状态下回来，就直接被制作攻击钢弹，还有量子型高波全刃士以一波攻击直接带走。对，哦，直接被激活了哈。那这是我们。今天的赛事第一场达到五场全满的赛，要决胜局啦，啊，决胜盘，决胜盘啊，啊，是这样啊，好，看来还是没有任何的改变，一样，这就是这一场就是定下胜负了，关键的一盘，好，当然哦，这场赢了就是哦，至少冠亚哦，奖品是非常的诱人。由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以及我们 HiveX 还有 MSI 提供的奖品，跟刚刚量子型大包穿过了绿色照射，一盘要照射，其实要照到其实都比较难的哦。哦，不过这边金色丝魔落地的时候被击碎了，第一个损血的是金色丝魔，没有做，哎呦，格斗砍到啊，有，现在看起来目前最优势的是。你说这个谁懂啊？他们两位，哇，这边全人是被后方追击，好漂亮，哇，这个倒是痛啊，痛啊，也是痛啊。我们金色之魔这边后面追击哦，这格斗也很痛，278，哇，好痛，也跟残血打到300哦，两边残血哈，好，这边床上，量子化的情况之下，这个追击有没有办法去追到呢？我跑很快哦，啊，金丝魔被照射照到了，这个金丝魔应该绝落喽，他可能是一个以没有觉醒，完全没有任何觉醒条状态下回归。哇，那这样很亏很亏啊！迷途，这边第三方是非常的紧张刺激，
真的是。哦，这个就算没有气了，还硬凹。这还是他凹成功了。哇，结果还是被这击碎了。对，好，现在后撤剩三千。可能是这边的话，差一点点会有也许的觉醒快满了哦。好，哦 ，B 2被收掉了，被收掉。应该对方进入了 B 2应该会是有觉醒，还是有 AD 的状态下，只要撑过觉醒跟 AD， 那胜利就不远了。连自助攻击 S 绝打开的情况之下，啊，这力度造成伤害 ，S 绝打开，做追击有吗？追得到吗？S 也打开了这个攻击、哦，这个格 CS 漂亮的击坠了，这个王子钢弹非常有我们的，你说这个谁懂啊？好，恭喜3-2击败了前面大伟，那我们的你说这个谁懂啊？对呢，就晋级到了我们的总冠军赛，以败部冠军的身份要来挑战我们胜部冠军44.5，好。那我们前面大伟 A 队啊，现在就在我的右手边这边呢，要来接受访问了哈。这边在败部冠军赛这边最后是以2-3哦，非常那个紧张的那个赛事过程，最后一盘才输掉，相当可惜啊哈。那我现在访问两位啊，这一位怎么称呼？泽伟。啊，泽伟你好。念念。啊，哎，不好意思。念念。念念。念念。OK， 好。那先问一下泽伟好了，那你玩这个《Gundam Verse》系列玩了多久了？10年了吧？哇，十年也是相当。街机有 NES 开始。哦，从有 NES 开始。对啊，无印吧？嗯，更久了。非常久哎，因为这个游戏你现在那个我们这一款会出这个我们 MBON 会出来也是10周年纪念。对、啊。那也等于说是系列刚出就差不多就开始有在玩这样子。对啊。嗯嗯，啊，你刚刚是玩哪一个机体 ？V2。哦，你刚刚是玩 V2，那为什么会选这一台机体？就突然就想选，突然就想选，然后就练了，啊、哦，就练，对、所以你觉得它哪一个部分是特别吸引你的？伤害很高，容易逆转。哦，对，那的确是刚刚有很容易就带出一波大概200多的伤害这样子。对，嗯哼哼哼。那圆圆这边呢，是这个系列作你玩了多久？就从什么？就是这一整个系列这样，从什么时候开始玩？刚当 Boss 系列。跟3年前就是 FB，然后之后就台湾只有问汤姆有没有有 on， 然后大概练了2年，所以也是先从那个街机这边开始玩的。我没有先从夹击，哦，先从夹击。OK OK， 回到街机。那为什么今天会选金克斯摩？因为他。我昨天有稍微摸一下，就觉得这个机体的确它脸色蛮帅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对，是的，因为它有，就是我觉得它很全能，很全能，嗯，很全能，全能，就中间型，中间型，中间型，哈哈哈哈，就格斗也可以，然后射击也可以这样子，拿来摸然后干嘛？然后它的错误进行啊，被队友吐槽了。不是、啊，你要看拳击都这样玩啊。然后这个很帅。而且他直接伤害，你看就只要10秒就直接伤害我。其实他很喜欢跟他的弟兄一起喊，哦，一起大喊，一起喊是不是？跟着把招式名称喊出来。收敛了，难怪没那么凶。哦，是这样，线下赛就是要激昂一点啊，对不对？要有平常那个感觉。冷静打比较好。哈哈哈哈哈。有时候就直接想隔离。哦，因为我相信大家在玩这个游戏的时候，都会有这种想，都会有这种那个冲动啊，想要。一到那个范围就要进去隔人家。我第二场时候有喊啊，一个直接打完就赢了。他有喊，他只是在装冷静。没，我充冷静的。很冷静是不是？好，那两位都是住北部的玩家吗？对啊。哦，两位都是住北部的。那之后应该还有机会，如果在比如说这个台湾万代的梦工娱乐这边，如果再办比赛的话，两位还愿意继续跟对方组队参加吗？应该会吧，应该会哈。特训他。好，那就谢谢我们这个奇面大伟队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两位，谢谢。あの頃、僕らの青春はガンダムだった。お客様、すみません、本当反省してます。こうやって揉めたこともありました。連携がうまくいって勝った時、気持ちよかったな。PS4 であの頃の続き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エクストリーム VS マキシブーストオン。
好，欢迎回来，我由我们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所主办的 Mobile Suit Gundam vs 最极限爆发，我们最后当然要来进行我们的总冠军赛啦，哦，要有我们胜部冠军 44.5 要来对上的是，你说这个谁懂啊？对，好，那我们这边呢，因为我们今天是采取一个双败淘汰制，哦，所以在总冠军赛会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要跟大家说明啊，那胜部冠军啊，因为目前还没有输过，那在双败淘汰的情况之下，他只要在这一场哦 BO5 抢三里面拿下啊一场胜利，就是今天的总冠军了。那就你说这个谁懂啊？这一队的情况来讲，因为他刚刚已经输过一次了，然后遇到这个还没有输过的44.5队呢，必须要先让他输掉一个波哦 ，BO5 抢三，让他掉到败部哦，然后两个再进行一次对决，也就是说他连赢两场 BO5 才有办法是今天的冠军啊，哦。这个是大概的这个规则解释的部分啊，哦，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好，那有胜部冠军优势的44.5，刚才在胜部冠军赛里，其实两边已经交手过了哦。那你说这个谁懂啊？虽然说他在这个机体上面的选择有做过调整，哦，不过看起来哦，因为最后是3-0哦，最后是3-0，看起来他这个调整上面的对应来讲是比较没有造成威胁的哦。虽然一开始有打得蛮焦灼的哈，哦，那不过呢，哦，你说这个谁懂啊？对，看起来好像还有一张暗藏的王牌啊！哇，这个牌，这个是怎么样？口袋里面藏了一堆王牌，是不是？因为你知道，在像这种对战游戏里面，你要把一只机体练到手，其实你必须要花费非常多的时间跟心力哦。不管是你要熟悉它的这个机体性能也好，武装特性也好，你练完了之后，其实你的事情还没有做完，你要知道说你这一只脚。机体遇到什么样的机体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样的事情，所以你要做的功课基本上非常多，所以我觉得我个人是非常钦佩那种，你可以在比赛的时候拿多种机体出来的玩家，对，而且你在手感上面也会有差别，对，你可能习惯原本这个时候你是按什么键，然后你换了角色之后啊，你看他现在就是更换的角色，从原本的这个 Double O 哦全刃型的 Double O 换成了这个 Unicorn， 哎，所以 Unicorn 就是独角兽钢弹全装备。这个是，那通常我们大家都简称它叫 FAUC， 也是非常有人气的一台机体。他们可能觉得刚刚的双2015的战术是不太有效的，他这次又回到3020的搭配，看能不能比较主流的搭配哈，对，看能不能以机体性能来让战况产生一些变化。那独角兽钢弹这边的特性可以请中信稍微帮我解释一下。FAUC 这台机体呢，它分成三个阶段，它在刚下来的时候，它会是以第一形态就是射击装备最多的形态。对，那个形态中间啊，对，那个形态就是它射击武装很丰富，但是它机动很低，它也没有格，它的格斗也很差。那刚刚第二形态呢，就是脱掉了燃料桶，然后还有把一些比如说像流弹枪之类的东西有封闭的状态，它是它那个形态就是一个中间形态，它格斗可以，射击也还可以。OK， 那现在这个第三形态，哦，好，可惜了，这边有点一换一的感觉。好，不过这边因为云控是3000机体哦，比较亏一点。对，不过桃子是残血哦，这边开启了 S 绝。哦，桃子也掉了吗？哦，桃子没掉。这边 FAUC 直接切换成第二形态，对。那现在已经是 crossover 的状态哦。好，一节打开，桃子的残血缩掉，然后被挡掉了。没有，后来有用浮游盾进行最大攻击，对，击落桃子。那第三独角兽 FAUC 的第三形态，它是一个处于机动性很高，格斗也很强力，但是它设计武装相对比较平淡。OK。侵略钢弹是残血的状态落地，要逮他，有逮到吗？有。啊，桃子这边很危险。这边侵略是残血回归，侵略有可能会被一套带走，桃子有可能被一套带走。好，这边 S 绝打开，两边都 crossover 状态，侵略滴血，然后被收走了。哇，好。看起来 Unicorn 这个选择好像不错哦，看起来是有打出一点优势在的哦。嗯，机体性能差还有弹幕的差距，看来还是非常的明显的。对，哦，这个让这个，因为你毕竟 cost 高哈，然后如果你能够在战场上面存活比较久的时间哈，然后让自己这个强势武装都能奏效的话哈，看起来是能够取得一定的优势。那接下来下一场两方都没有更换机体，
觉醒也没有更换。FAUC 这边是一绝。画面就是凌空。现在来看到的是自由攻击。哇，自由攻击率先吃到一波。我觉得你没有注意到对方的射击已经瞄准，好，直冲了过来。哦，两边同时站在一个地方，有点被集火的感觉。这个战况，这个刚才是利用那个特格挡掉嘛？对，原本用特格挡掉，但是后来还是被侵略的。对，之后的追加还是没有挡掉。那应该是可以冲过去。哇，这边没有注意到，又被侵略的血球还是很长的。对，哇，赶快跑开哦，那很危险。对，避免两身先落的状况。对，好，这个隔靴子没有击中任何人，桃子跟侵略都残血，所以桃子跟侵略残血反而是他们最危险的时候。嗯，他们也有觉醒来觉醒做反击。好，这边血打开了，觉醒一发有中，直接倒地。自作攻击才可以赖床，对，避免被二次追击哦，避免被侵略。对，觉醒了，然后好，侵略刚刚被击落之后再度回来，满血回归。好，桃子也被击坠。战况看起来，对，你说这个谁懂啊？对，现在目前取得了大量的优势。但是其实有点危险哦，因为血量剩71了。对，再被击中就会产生了一个2000后落的一个比较少血回归的状态。对，对啊，还是要想办法。哇，八滴血，赶跑，赶跑！刚刚那个人物71啊，所以是因为补正哦，所以打不少哦。桃子这边被围攻哦，哇，结果没有注意到旁边的侵略，侵略补一刀，现在是 cos 我们的状态，这边也击坠，这边自作攻击用，但没有觉醒，其实是有一个有点危险啊，这边就我们要击我桃子了吗？桃子这边开启 S 绝。非常危险，是觉醒。哇，没有办法追到。桃子顺利活了下来。桃子只要被击落就输了。对，那这边打开，一绝打开。桃子这边撑得过去吗？桃子这边，桃子现在应该是处于一个蛮危险的状态。对，侵略这边要想办法保护他。哇，桃子这边滴血。赶快往空中跑。桃子被队友击落。刚好在射击轨道上面，这样子没关系，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刚刚是被连战状态哦。哇，结果这边啊，独角兽遭到了击坠。这个桃子撑得有够久。我刚刚有点因祸得福的感觉。刚刚虽然被队友的嘴炮打中，但是其实那一下反而没有被打死也好，因为他可以再多争取一点落地的时间，多增加一点存活的时间。对，好。现在两边战成了1-1，哇，这样子的对战内容，很难预测哦。原本这个一路打上来情势大好的44.5哦，在这边感觉遇到难关了。看来3000-2000的机体差距，还是会遇到一定的这个，有些是机体性能上的差距是没办法靠技术来弥补的。对。现在视角固定在点是桃子，所以看这边援助攻击通常都是比较确认拉近距离才用。对，因为桃子它的红锁其实非常非常短，所以都会在比较接近的时候再进行，就是丢在有效确定在有效射程才用。对，因为桃子它除了护射跟特色的援助之外，其实它有另外一种跟随型的援助特格。对，但那个特格呢，它其实是可以无视红锁啊。所以以桃子打后卫的角度来说，其实桃子有时候它会先把特格放出来，然后自己一个人跑到这个安全范围，然后再让特格的熊叔。就是我们大家戏称他叫熊叔，他是现在开的熊爸爸，对，由他来进行一个，就是比如说牵制啊，对，我就造成混淆了哈。对，好，看起来这边，所以独角兽的集火还蛮有效的，
制作攻击这个反格，这个反格漂亮，嗯，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要被冲进来，就做一个反格，相当漂亮，反应很好，反格就是反应很快，嗯，哦，哇，制作攻击危险了，这边遭到击坠，啊，这个场面有点危险啊，像主角说再掉的话就，对，虽然。虽然对面的蜘蛛攻击觉醒了，看起来想要打伤害网回来，但是目前还是非常非常危险啊！最终，独角兽没人撑过，找到极致。哦，这一盘看起来这个，44.5这边做的调整就有到位了哈、哦。他们可能对战况做了一点调整，嗯，说谁打前谁打后，有确定好说谁要负责谁了哈、哦嗯。这个就是2v2的时候。因为我们今天是才一个线下赛，哦，这沟通会比较来的方便一点，哦，那平常因为我知道台湾这边是 NBON 这边是有一个社群在，大家平常联络感情或者是约战的地方，那平常大家会习惯透过语音对战的方式来联动吗？平常大家都是开一个派对，然后大家在里面就是边聊天啊，然后边打之类的，对，就是毕竟这款游戏还是要透过语音来联络沟通最快，嗯，当然游戏也有它内建的这个。沟通的方式啦，就是按下这个指示出来。对，不过在战况紧急的时候，如果能够透过语音沟通，那其实是比较能够掌握住状况。这边其实可以讲一下，就是日本他们那边在接机厅，因为日本那边的环境，他们有时候接机厅很吵啊。对，就是、有些玩家他们还是会自己使用耳机，啊、耳塞式的耳机、啊，然后搭配 Discord 来跟队友沟通这样。OK OK。有点在线下打线上，对对对，像是一个接机厅的一个沟通的手段，对对啊，因为在接机厅的确是蛮，对，那个声音的确蛮吵，你还有别的机台的声音。好，这边可以看到，其实是你说这个谁懂啊？那一个哦，更换的机体，他们把 FLC 换成了极限，嗯，这个是游戏原创机，对，游戏原创机，它是雷欧斯开的机体，嗯，那通常。旧的极限钢弹，嗯，哇，这边带到一套连转，漂亮，现在转转转，后续追击没有追到，不过制作攻击非常危险，极限先过来帮忙的，极限因为是这一台雷欧斯开的这台3000型极限，其实它非常的偏向射击 ，OK， 对，哦，我光是一丢。而且他在现在这个强化状态的时候，嗯，他的射击前他其实会展开光速盾 ，OK， 但是看起来就会被侵略铁球给锤破。哦，对，因为铁球这边是实际武器嘛。对。哦，这个是哇，这边觉醒剂丢了出来，不过有没有击中的？有，可是没有造成太大的伤害，大家都已经离开那个范围了。哦，这个极限。刚刚那个极限的特色，那极限的特色，那特色是照射型的攻击。那照射型的攻击，他那一招在举重障碍物啊，这边自己去撞到，哇，就有点尴尬了。哦，吃到270几滴的伤害，是有点亏啊。对，有时候真的是会被那种持续照射型的长武器啊，一个不小心撞到，那个其实是非常，如果招二九十，一次能够削减对手大量血量的机会。对，好，这边进入 crossover 状态。有点危险啊！好，直接打开，这个攻击残血撑得过去吗？哦，极限也中了，哇，不过这边也中了，两边，哦，这个嘴球没能撑住啊！那我们44.5拿下这一场比赛最终的胜利，3-1，我们恭喜。我们这一次由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主办的啊，钢弹 Extreme vs 是我们的极限爆发赛事，台湾的总冠军就是我们的44.5，我们恭喜！啊，这个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波激战哦，啊，那虽然说是冠军呼声最高的队伍，那中间其实也不是说一帆风顺哦，这个是。也是经过了层层的挑战哈，最终还是依赖他们这个侵略钢弹加田四桃子的组合哦，拿下了这一场的赛事的总冠军。
所以可以获得由我们台湾万能等盟工所提供的这个冠军专属的奖品，分别是这个黄金典藏版的专用街机摇杆，还有由我们微星提供的 MSI Gaming MAG 274QIF 电竞萤幕两台。好，那我们刚才获得亚军的队伍呢，也可以获得RG 1:144的钢弹 MK2 有骨规格，以及正义钢弹各一组，还有这个电竞各一张啊，这要恭喜我们的冠亚军队伍。那我们的冠军队伍 44.5 他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因为他即将要代表我们台湾来参加等一下的台港交流赛，精彩赛事不要错过，我们马上回来。那我们亚军队伍就是我们的，你说这个谁懂啊？对，那我们两位玩家现在也就定位要来接受我们访问了。好，怎么称呼？巴龙，好，巴龙是不是？那你刚才玩的机体是？我就一直是在换。哦，你就是那一直在换的那位。那所以你刚才我们刚刚比赛就是看到了，你原本是玩全刃的那个 double， 对对对。然后后来遇到那个第一次遇到44.5的时候，你是开那个哪一台？亚雷克斯对啊，是基于什么原因要开这台？要应对他的桃子跟对方的，反正就是两台对面两台机体。因为两台是用2000跟1500的这种组合。对对对，所以用2000-1500去应对他们，对，这样比较好打一点，至少有打出一个一胜的成绩。对，至少打得不错。那到了总冠军赛又更换那个 Unicorn， 因为想用那个 FAUC 的那个弹幕去压制他们两个，对，这样，然后后面也有打出一胜的成绩，也算不错，对，有达到我要的效果。对，有，我们在播比赛的时候的确是有看到想要的效果。那队友怎么称呼？我叫王大。王大你好。那刚才你都是制作攻击。就是制作攻击嘛。好，那当初是为什么会选这一台主机作为比赛用？因为我跟他是都在放假的时候都在家里爬的，因为我也是大 cos 的玩家，所以为了配合就是队友啊，我也想玩台小台的，所以就到这台来玩。所以就是因为组队然后所以去选择机体这样子。对对对。OK， 那今天的比赛有打出你们想要的内容？我觉得算不错了，还算满意了，算满意了。两位都是来自北部的玩家，对。OK。好，那对44.5，等一下要代表台湾跟香港对战，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帮他们加油的？希望他们能赢。万一对方开什么再生加什么那个天才的组合，你觉得有机会赢吗？还是有啦，还是有，是不是？以他们两个的应对能力，我相信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亚军队，我们对我们冠军队伍也相当有信心啊！然后谢谢我们，你说这个谁懂啊？对，谢谢你们，谢谢。好，我们今天 Mobile Suit Gundam Extreme vs 极限爆发，我们的台湾区的总冠军队伍就是我们44.5来接受我们的访问，恭喜两位，恭喜。好，那就一个一个来啊，冠军有比较多的时间，不用怕，想讲什么尽量讲啊。先自我介绍一下，怎么称呼？介绍我叫阿法。阿法。然后刚才是操作哪一支机体？那个猎杀。猎杀。我不知道台艺更搞笑。
哦，对，青年，对，香港这样猎杀，嗯，然后就是为什么当初会选这一台机体作为你比赛用的？因为在一个朋友的厂里面打算乱玩，然后就跟我队友玩的选了这两个机体，然后赢了很多场，就说如果打比赛的话，还是玩这两只。OK， 因为可以那天玩这两只的时候，就把那些主流的机体都算是有打都算有优势的，然后就选了这两个机体。OK。好，那我们请你的队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老刘。哎，然后这组合这玩起来真的是蛮好玩的。那当初为什么会选桃子？也是因为为了组合。也是为了组合。嗯嗯嗯。然后还有个也没算什么，就是因为我很喜欢日本 VTuber 里面有一个形象就有点粉红色哦，看队名跟你今天身上穿的衣服，知道，但是我们就不要明讲了，不明讲，知道的人就知道。对对对对。哦，所以因为我们其实从今天决赛一开始，然后包含我们在前面跟所有的访问啊，还有玩家这边在讨论，其实对两位的实力评价都蛮高的。那先问一下，就是游戏资历的部分，所以是很早就开始玩，大概应该有七或八年了。那这边呢？从 PSP 的开始算哦，大家都是那一代开始进的。我发现几乎今天大家大部分都是从那一代。其实街机的话，香港是有进那个 Next Plus， 但是 PSP 好像玩不到，就是他们有些不一样，他那个视角角度是不一样的。就是系统上面来讲是有点差。后面无印 FB 那些都有。所以就一直玩到现在这样子。好，那等一下，因为两位就是我们的台湾代表选手了，等一下来跟香港进行这个台港交流赛。虽然是交流赛，但是因为我们相信现场包含工作人员，包含我们今天主办单位，其实都有在现场，当然会是希望两位能够打出好成绩啊。那赛前有没有什么策略？有没有比如说事先知道说，因为我们在进行比赛的同时，香港那边好像在进行冠军赛，所以还不太知道说他们会出现怎么样的组合。但是你们对香港那边的环境有所了解的话，是不是能够有底定说一点点策略，说要怎么样来面对香港的队伍这样子？假设这边遇到什么再生加天才的组合，你要怎么应对之类的？如果是再生加天才的话，我们应该也是拿刚才那个组合去打，一样就对了。但是。其实我们想玩一些奇怪的题材，对面要不要跟上，看看对方愿不愿意跟你们一起交流交流。我们要玩一个非常怎么说，就是有内塔那种组合，对，有内塔那种组合，对。但是因为就我了解啊，因为我昨天在开我昨天边开直播，因为我在开这个钢弹在做功课，我大概在了解一下今天机体的状况，然后结果。香港那边的玩家就跑过来，然后就还好，我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说今天台湾玩家大概出什么机体这样子，对，然后他就感觉好像有点来刺探敌情的那种感觉，然后我是没有跟他讲说什么情报这样子，不过就我稍微跟他聊了一下，就是刚好他是香港那边主办的人嘛，对，我是知道说他们那边的比赛状况跟日本的 Meta 比较接近，就是你会看到很多强势晶体出现在他们的組合，就是再生加某某，对对对之类的，类似这样子的组合，对对对，所以在遇到这样子的组合，你们是还是一样，就是用原本的打算用原本的组合去打，對對對對，原本是用这个组合就有点优势，就有优势了。我这边的话就是希望很多人就是进来玩，因为其实这游戏。玩家断层还蛮大的，老海比较多，也算老海。哎，其实还蛮多人就是不敢发问之类的。这我懂啊，因为新手刚才都怕怕的嘛，因为社群就已经原本有一些玩家可能就是感觉就是玩很久在那边，对，但是其实就我这一两个礼拜，就我是一个新手角度来加入的话，其实我觉得这个游戏真的蛮有趣的，而且蛮好玩的。因为你有180几个机体可以给你慢慢磨，对，你可以找出你喜欢的方式来跟人家进行对战，然后二 v 二又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好朋友，然后玩起来会更有趣，可以玩。对，真的跟朋友玩的游戏。那等一下，大家希望我们等一下台港交流赛打完，大家是去吃庆功宴，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访问冠军队访问就到这边，谢谢两位，谢谢。あの頃僕らの青春はガンダムだったお客様すいません本当反省してます
こうやって揉めたこともまあありました。連携がうまくいって勝った時、気持ちよかったな。 PS4 であの頃の続き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エクストリーム VS マキシブーストオン。欢迎大家回来，要收看的是我们由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所举办的 Mobile Suits Gundam Extreme VS 极限爆发，我们的台港交流赛，我们要即将要来进行了。这个在台湾跟香港的冠军队伍都已经产生的情况下呢，台湾这边是由44.5要来对上的是香港几时有 XB1 这个是两队要来进行一场 BO5 抢三的对战友谊赛。这个相信中心这边也是很期待啊。好，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来看这一场。好，那我们44.5这边一样开出他们的组合桃子加清月，来对上的是香港队伍这边非常的香港这边选择的是相当主流的组合，就是再生加黑猎犬。对，
加农变身的音效会不断的持续出现在这场比赛里面。再生加农状态非常麻烦，再生已经两次将照射往侵略点上去，也照过去，照过去，哇，这伤害侵略已经快到一个残血的状态。我们看台湾这边的桃子，如果对再生造成伤害，再生真的是非常全面性的。再生这台机型呢，虽然说它的操作难度很高，但是它只要能够操作得宜，其实它是能够应对所有的战况。是，我们看到哇，侵略这边遭到了再生的击坠，但是目前其实是有一个觉醒的状况。对，好 ，H 也打开哦。好，再生觉醒，我们怎么样再生绝路呢？来看，哇，黑夜犬这边还支援了，桃子遭到了荡夺。再生残血，我们有办法收掉、啊、哎呀，这边没有注意到哦，看到了再生的变形特色。嗯，这边后面的局就是落后了。哎，其实不好说。嗯，因为这个状况还可以。对，对面再生残血，但是对面黑烈犬也残血。我们来看，哦，再生被收掉了。再生弱了，但是再生回来可能会有觉醒。嗯。再生这边带的觉醒类型是 S 级的级别哈，对，再生这台机型其实它是比较适合 S 级的。OK， 因为 S 级其实它还有一个特性，就是它可以射击接准动。哦，可以哦，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带节奏。对，哇，桃子这边危险了。然后可以看到，其实再生想要抓一个照射，但是是被侵略给挡掉。然后直接打开，刚好在黑猎犬的前面。哦，但是这一波没有收掉，有点点可惜。这边距离再拉开，黑猎犬有办法收掉吗？透过援助，哎，好像还没收掉。嗯，再生这边持续的单目掩护。哇，这样子的话，桃子这边很危险。好，现在黑猎犬进行到一个残血。应该会选择让桃子去做。这边再生吃了一波。哎呀，这边被遭到了击落，已经进入了 crossover 状态。桃子要300血，不过还可以哦，还有机会，有觉醒，最后一波，如果能够压掉黑猎犬，其实就赢了。好，这边血打开啊，这个 Gaga， 哇，黑猎犬残血，有办法追到。危险，血打开了黑猎犬。黑猎犬机动性不错啊，好难追。对，黑猎犬它之所以会强，就是因为它在机动性很高，嗯，而且它的逃跑手段也是非常的丰富。对，一招 CD 还有一招，大概这种感觉哈。虽然对面开的是主流机体，嗯，但是其实这边是4.5他们开的桃子跟侵略也是打出一场蛮不错的哦。其实两边，哦，对，并没有说差到非常多。嗯，好。那个香港队伍这边暂时以1-0领先台湾队伍。紧接着是第二场赛事，嗯，好，那台湾队伍这边机体并没有做更换，依旧是侵略的 F 爵搭配上桃子。来，侵略的视角，战术会做一些调整啊。也跟再生的交火，哦，虽然刚刚黑猎犬救了标，还救了人物，嗯，来落下，但是其实是有被侵略的血锤击中，这波不算太亏，哦，漂亮，这边有击中再生，在再生想要照射的时候，使用了铁球。哇，这个铁球真的是非常霸道，嗯，非常好用。哇，我这边遭到击坠，虽然伤害很低，但是能够确实击中人，嗯，但是虽然有击中人，但是因为伤害很低的关系，所以其实没有打出明显的优势。对，好，这边哇，没有听到，这边哇，这样子啊，这个有点亏啊，在觉醒的途中受到伤害，对，这样的话下一条回来可能会没有觉醒。想办法哇！好，不断的要给再生施加压力的时候，黑猎犬就来了。那现在这一场其实正面黑猎犬还可以比较保守的保险战，嗯，应该四处游走哦。好，这边就是黑猎犬比较擅长的一个走位方式。再生一路，
如果今天的状况依照刚刚的状况来说，再生下来应该不会马上有血，然后再过一下子它才会觉醒。哦，逮到了，逮到，但是累积连装没有带完，才100多，伤害有点低。但是再生的状况其实还蛮差的，我血打开，两边血都开，双杖。再生他的双掌之后有点难做，不错。再生他再来第一个会尝试，是因为他的逃跑手段，也不是逃跑手段，就是他的位移。位移手段，对。哦，这边特哥有中，我有点生气啊。对，那现在因为两侵略觉醒已经开过了，所以对面直接双手的逃走，完全不理的侵略。因为侵略在没有觉醒的状态下，其实无法对高扣的机哦产生太多的。哇，这个黑路前的机对。桃子最后是遭到了再生的机制，可惜。哎，香港队伍这边，果然哦，这个组合还是非常的强势的。主流之所以会成为主流，就是因为它非常非常强啊。嗯，哦，当然那个香港队伍这边的默契配合相当不错哦。再生一旦有危机哦，这个黑猎犬这边哦的救援都非常到位了。毕竟是机动性非常高的机体。好，看看台湾队伍这边只是需要做出一些调整，不过。像以往这样子的交流，在这个社群里面应该是比较少的机会哦，所以我觉得能够有透过官方赛事这样子的机会来做一次这样子的交流赛，其实也是非常好。嗯，是。好，这边44.5换了相同的再生哦，一样的组合吗？不是，应该说44.5选了再生与攻击的搭配。OK。更换的机，不过这边就要考验台湾队伍对这两支机体的熟练度啊，还是踩中了特色。好，这个攻击的滴滴弹，哦，这边再生就是利用不断的变形哦，来取得空战的优势，这个攻击非常。哇，照射很痛，连续两次以为你没有照射，再放出照射来骗你。哦，这个有点类似骗招的手段哦。接下来就是对方的再生，对方的黑猎犬不断的在后方给予支援，还有积极再生的过程当中，还要提防一下黑猎犬的位置。这样子有种的确是蛮难处理的哦，我怎么逮到了？哦，黑猎犬一绝啊，这边中断了，用一绝中断了啊，连断的关系啊，再生决定开过，哇，照射照到，好，再生被击落，好，黑猎犬算应该可以一波带走的血量，对，应该有机会啊，这边血打开了，跟对方的再生交战中，好。有抢到伤害，我们黑猎犬残血哦。你看这个变形的顺畅 ，F 血打开，黑猎犬被嘎嘎被嘎嘎打中。哇，那这样子其实很难讲哦。一级圈内，黑猎犬可能会有觉醒。对，哇，这一波激活撑得过去吗？有了，有觉醒。我鲜血打开，哇，这个开的时机点刚刚好，维持住血量。哦。现在两方都残血哦，哇，这边都进入一级圈内啊，哇，最后由对方的黑猎犬，黑猎犬应该是用钩锁勾到了，从背后，相当精彩的赛事内容，好，这边恭喜我们香港的，好，香港其实有差 B， 对，这个队伍呢，哦，不愧是在香港比赛拿下冠军的队伍，实力非常坚强。不过台湾的44.5也表现不俗，而且在最后呢，也拿出了再生来抗衡，其实在对战内容上面来讲算是相当不错了，那也特别感谢这个台湾玩家联盟公娱乐呢，提供给我们社群玩家有这样子的一次机会呢，能够让分属两地的玩家在这样子的情况下来一场交流赛。那两边都可以拿到由万代南梦宫娱乐提供的奖品啊，这边要恭喜两边的队伍，恭喜！好，那我们在稍后也会有做这个
冠军队伍的访问哦，来访问一下，看看他们对香港比赛跟之间的交流有什么心得。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我们现在冠军队伍44.5在这边呢，啊，在刚才经历个台港的交流赛之后呢，现在来接受我们访问了。好，简单说一下啊，觉得这一次的交流，那个跟香港队这边的交流感觉怎么样？哦，就跟平常在跟朋友打香港打差不多，就是认真的玩家都会用那个强 meta 的机体，就是打成这样也是算不错。对，哦，这个。在香港那边的 Meta 其实是真的蛮接近日本那边环境的。那那个老刘那边，其实也是跟日本 Rank 差不多。其实第一场我们还蛮有机会，只是最后我们刚好没有撑住，然后第二场就是直接崩盘。然后我第三场才想说就是再开回再说。换个想说跟大家拼一下这样子。刚刚最后一场也是差一堆。对，其实也都，其实第一场跟第三场都是差一堆，对不对？那所以其实，要说虽然说香港那边玩家可能是属于这个竞争比较激烈一点，不过跟台湾玩家这边实力其实也不会差太远。对，不过这一次是难得的交流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体验，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哦。当然，我相信两位应该会是。在这个社群待那么久，当然是希望能够来玩的玩家越多越好，或者是能够更有机会跟各种不同来自不同地区的玩家来交流。你看像今天光是有玩家要从台湾的高雄然后上来台北比赛，就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可是就是要透过这样子官方来办比赛的机会哦。希望当然台湾玩家南梦宫这边也有说过，就是会有之后可能会有接有机会的话，有这样子的社群赛事，那也希望两位之后如果有类似的赛事，愿意再参加吗？对，都会参加，都会参加。哦，真的哈，一定会参加，对不对？有时间的话。好，那最后还是恭喜两位啊，这个拿下我们台湾区香港锦标赛冠军，我们恭喜44.5，要谢谢两位，谢谢。谢谢。好，欢迎回来，我们今天由台湾玩短的梦工娱乐举办的。Mobile Suit Gundam Extreme vs 极限爆发，我们今天所有的赛事到这边就要告一段落了哈，真的是相当的难得有这样子的机会哦，看到这么多精彩的比赛在一天哦，这样子把它看完了。我们的赛评中信今天也是哦第一次上主播台啊，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这一次的比赛四组都发挥了相当的不错，就是他们也打出了相当精彩的比赛。那虽然最后的台港九局赛，我们台湾这边其实是3-0，很落败，但是其实打出的比赛也是相当的可圈可点。对，不管是台湾还是香港，都打出了相当精彩的对战内容。那不管是今天。我们在这个游戏上面看到的哈，不管是各种各式各样有特色的机体也好，系统也好，在这个 Mobile Suit Gundam Extreme vs 极限爆发里面呢，能够提供给各位在游戏上面的体验都非常的棒。我们今天不管是连线也好啦，这机体也好，特色也好等等，我相信大家在看完比赛之后都觉得这个游戏真的是相当不错。但是呢，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你实际下来玩那个感觉，比你看比赛
还要来的刺激，好不好？这是真的，我这是我本人的心得，好不好？所以我这几天，当然身为主播要做功课嘛，对，就是这几天稍微认真的玩了一下，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款游戏，玩起来非常爽快啊！这个是马上自己也掉入这个坑哈。那我们 Mobile Suit Gundam Extreme vs 极限爆发这个游戏呢，也会在持续的更新，期待接下来还会有更多的社群赛事活动。那也是希望啊，透过这样子的比赛呢，吸引更多的玩家来跟我们一起体验这一款刺激又爽快的游戏。那最后还是要特别感谢台湾万代南梦宫娱乐啊，以及啊万代南梦宫，还有微星 MSI， 还有 HyperX。哦，我们这一些厂商对我们比赛的赞助跟支持，奖品的提供，特别感谢。那我是赛事主播卢比，我是赛评中戏。那我们下一次的比赛再见了，拜拜，拜拜。あの頃、僕らの青春はガンダムだった。お客様、すみません、本当反省してます。こうやって揉めたことも、はあ、ありました。連携がうまくいって勝った時、気持ちよかったな。PS4 であの頃の続きだ。機動戦士ガンダムエクストリーム VS マキシブーストオン。